对我的，他们对我的反应如何是会很惊奇啦。尤其我第一次纹身纹完，回到部落参加收获节丰年祭，哇，我就脱上衣去参加部落丰年祭，老人家都说哇，你的3D 衣服很漂亮，很贵吼，无畏很贵，确实要花很多的钱。然后你把这个图文纹在身上，老人家就第一个直觉就觉得告诉你说，这件3D 衣服很好看。老人家还有记得还有一个我家的邻后家家的后方的邻居一个夫妇啊，我的哥哥以前也有，会摸你的身体，我的哥哥以前也是这样。哇，我就当下我也是很高兴，老人家对我没有说用别的方式会啊不行不行纹这样。哎，他们会是很喜欢看呈现在皮肤上的我的3D 衣服，会是这样。